王丽坤恋情疑似曝光，网友王丽坤和林更新是分手了吗？近日有网友爆料疑似王丽坤新恋情曝光，并且也是晒出了该男子的正面照，张照片中的两人贴面合影十分亲密，也是引发了网友对于恋情的猜疑。此前的王丽坤和林更新的绯闻一直传得沸沸扬扬，更是多次被拍到两人疑似约会的画面。不过关于王丽坤和林更新之间的恋情也是一直传出分分合合的消息，不过两位当事人一直都未正面回应过此事，因此此次新恋情的曝光也是引起不少网友热议，表示这难道是和林更新分手了吗？不过虽说林更新和王丽坤在一起这件事怎么看都是真的，不过两人也并没有官宣过，所以真假也是难辨。至于这段新恋情呢，目前大家也是议论纷纷，无法下定论，暂且就等待当事人回应吧。